就是如果说大家呢在眼部保养上面现在也要加强的话，你也必须要带这一瓶眼霜。他们的这一瓶眼霜真的无敌超级好用，知道很厉害。它里面有什么大豆米啊那些，没错，它就是很天然，所以眼睛不会，而且它也是可以厚敷的。对，然后它还有一个成分很妙的是，因为我自己有去接那个睫毛，然后你睫毛有些时候你一定是会有生长期嘛，会掉，然后有些人会希望自己的睫毛可以长快一点，或者是睫毛伸多一点，可以让你的眼线感出来。它莫名其妙真的让我的睫毛长出来了，我根本不用用那种睫毛生长液，因为它有一个可以促进你的睫毛生长的成分在里面。 对, 对，有点像是它本身就可以，对，让你的这个眼周营养够了之后，它整个就是闪闪动，所以人家说它是洋娃娃眼霜。我有一个朋友分享，就是他把这一瓶眼霜除了拿来擦眼周以外，他又这个法令纹，我也是，然后他擦比较多纹路的这些地方很细致，你看拿眼霜擦脸部非常奢华，但是它很有效，很有用，稍微厚敷一下，对，按一下，是的，这一个真的超级推荐给大家。这个就是如果我们刚刚讲到这么多保养系列，就是唯独没有讲到眼部的保养，这个也可以让你做参考，超推超推，好不好？让你的睫毛蓬，让你的眼周也可以没有那些皱纹，对，那些纹路很对，而且呢保湿很重要，你才不会有纹路。对，所以它有时候我也会就是像刚刚讲到厚敷，你知道一个产品它厚敷不会让你长痘痘，就表示它的产品很天然，对，然后它的东西就很扎实，所以大家也可以参考这个，没错，好不好？它用完之后真的是非常清爽，对，耳哥哥有一些眼睛旁边蛮贵的眼霜，用起来真的很可怕，对啊，那个反而不行。我真的觉得用最天然的东西，没错，我觉得皮肤比较能够。之前我有一个长辈的阿姨，她送了我那种就是很贵很贵那种，就是我们买不起的那一种。哦，大概好个字吗？差不多，对对。然后可是就是因为真的太 rich 了，然后就是长满了痘痘，所以其实有些时候我们的肌肤啊，真的不太需要这么复杂的东西。很多很基础、很日常的保养，只要你选对商品，你一样可以维持很好你的状态。